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接下来向大家介绍这个花样叫荷花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样呢，是在我们前面学过的月亮舞步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。大家看一下，男士接了一次手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注意五二三是这花样的重点。大家看，这是五二三，大家看了吗？我手全部落下来，五二三，六二三的时候呢，男士呢将自己的右手松开，左手引带女士，男女舞者各转180度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下面再重复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。好，下面就重点强调这个花样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花样脚的运动，我们就从这个形体开始介绍。大家看，此刻男士在女士的左侧位开始跳这个花样。先看一下脚的动作，大家看，男士右脚领舞，蓄之以后，左脚领舞，男士右脚领舞，左脚领舞。再完整的看一下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停。前面老师啊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花样脚的运动规律，大家啊从中就能看到了，在我们介绍这一组花样中，脚的运动基本上相似的，不同的是上身。下面我们重点强调这个花样上手臂的运动。大家看，我们从这个形体开始介绍。首先强调，此刻男士的左手落在了男士自己的头上，啊，男士的右手和女士的右手落在了女士的胸前。下面走一二三的时候，男士的双手臂有一个展的动作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，大家看了吗？男士的左手逐渐落下，男士呢像一个展开的一个燕一般的展开，这是一二三的动作。二三，记住，男士将自己的右手松开，用左手引带女士完成动作。大家看，二二三，就在完成二三的这一瞬间，男女舞者运动到一个造型以后，此刻男士的右手又去接了一次女士的右手，落在女士的身后。三二三呢，男女舞者掉了一个换位置的动作。大家看，这是三二三，此刻男士双手没有松啊，也没有这个松开的动作。接下来大家看四二三，男士的双手仍然保持跟女士的相接。大家再重点看一次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，注意左手落下，一二三落下。二三，男士呢用自己的左手引带女士转圈，右手松开。三二三，双手不松。四二三，双手也不松。好，下面大家啊再重点看一下女士的手位。注意，女士在二三的运动的时候，手有一个在空中的画弧，非常的好看。大家看这，一二三，二三呢，就在男士松女士的这个右手的时候，女士自身画了一个弧在空中。大家看，二二三，显得这动作非常的优美。三二三，连续看一下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。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停。好，前面老师反复强调了这个花样的跳法，重点强调了这个花样要注意的几点要求。接下来啊，
我们就随着音乐再给大家跳一跳，大家再看一看。星星